为家人买礼物有助于改善家人的关系，表现出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，但自己却又觉得对家人的照顾不够。在与他人沟通的时候，充满了慈悲心，幻想着这个世界的美好。月亮与土星紧密的合相，并与凯龙和木星形成变动性质的 T 三角，在追求自由和信仰的时候遇到压力和挫折，并可能会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曾经的伤痛。水星与火星形成的强硬相位，则会让人说话的时候有些冲动，可能会说一些刺痛他人的话。月亮在射手会让人内心渴望自由，希望能够说走就走，但触动了冥王星可能会触动一些潜在的危机，但自己又不想去面对，有一些无所适从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